哇！原来咧喺中国为你泊车咧，啊唔使叫拖车噶，保安可以搞掂啊！咁啊揸住个电话啊，咁啊睇俾大家睇睇。小区车位紧张，车主和保安。原来有样咁嘅嘢啊，捐落个车底度啊，跟住摆好，诶、哎，勾住个辘，系啦，抬起，哇，跟住成架嘢搬走啊！边个搬嘅咧？啊，睇先啊！你哋点拍啊？仲可以搬到啊？睇个保安，原来系保安用个电话帮你架车搬走啊！呢啲就系科技啦。